弟弟又拿出了两台火车要比速度，这两台是一台隼鸟号机器人跟一台紫色机器人，那你要怎么比？这两台都是用撸的呢，你要怎么比？我问你，两台都没有赢，因为他们都没有过终点线。他们是超出跑道的。对，重来，第二场。这样子就可以你跑道歪歪的，你这样很难比耶，你要用直直的啦，歪歪的很难比。他只要撞到铅笔，他就跑出去了。用直的，用直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子。这样子。对。这会有陷阱呢，前面。哎呀，你用陷阱干嘛？来来来，快点推推。这边用陷阱。好了，快点推推。啊，把它做家事了，来。哎呀，平手，平手。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又要等一下。再比一次吗？因为我都没仔细看。好，那你再仔细看哦。紫色的比较快一点，紫色的赢了。紫色的。